来啊，开饭了。大家好，今天我要去捉红火蚁，来做一个顺州美食。我拿这一个拿去吸红火蚁啊，来给大家看一下这罐顺州。这顺州不错，你看像屎一样呢。很多朋友看了，他们都说像吸屎一样，等一会就知道了啊。来，大家看这里，这里有一大窝。哟，好多进来了，你看，完了完了，我给他爬。你看这窝，哦，出来了。上次我们过来撒那种诱蚁的那种药啊，就是下这一窝了啊。哎，它还有啊，这里，哎呦，吸它，你看，那么多诱蚁剂咯，OK， 现在我们拿回去，把它滤出来啊。现在那些红火蚁啊还没浮上来，我们先给它滴一个晚上，明天早上呢，我们起来就可以做美食了啊。OK。
了啊。好了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